块就稍微偏一点，其他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它这个凭证可能是因为收证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收证小嘛。对，但是它另外会调节的。你看吧，好像感觉紧一点，在松一点。除了之前去过的城市之外，也可以去一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城市去见识大家。那我强烈要求北京返场，我都没有抢到票。北京开了那么多场，你没抢到？没抢到。突然有一天，可能大家在看你的演唱会电影的时候，你突然出现在里面，那一定是对歌迷有非常大的惊喜。没准也可以，你也提醒我，这样的话是一个快闪的感觉。对，我不想看到你，因为现在就是为了。真的三，我没有硬要的意思。咱们先放一边，待会儿记得带走。好，来，咱们撤一下。辛苦，下次见啊！好，谢谢。你隔壁说你又去抢到北京的，我是第二天去的，里面唱了三个小时，老厉害了。今年好像厉害。还去？因为以前我不懂为什么。要有弹幕这一说，要有一个评论就好，在同一时间你看那个的时候，大家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，这个就跟现场 live 的感觉是一样的。麻烦把这个剪下来，嗯，没错。然后，来这边。你见我一面很难的话，那我就来见你。感动到了。就这样吗？OK， 谢谢杰哥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点，哦，上台，万奖，很奇怪，不是很奇怪啊，很不适应，你会不适应，很惊喜，看了你的心愿，然后非常喜欢，哇，谢谢，可开心了，我妈也碰到了，然后她真的是瘦了不少，她告诉我没有，我还胖了呢，好吧，好精彩啊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？都很严肃。张家不养闲人，对，演戏和唱歌都不好意思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个一听就知道。那也冲浪，也刷到我。这个跟不冲浪，这个、跟冲浪节目有关系，哦，是自己的智力有关系。有什么祝福语是吗？多少？现在大概点点怎么一些？用一句歌词来总结一下过去这一年。接一下过去这一年和送祝福是吧？因为总结一下，好像本来想的这个歌就不对了，说错了。欢迎大家，怎么来着？在这儿也可以是吧？对，都行。那我们就收下。年快乐！拜拜，再见了，拜拜。表演一个小节目，二一，杰哥来，给我。我的电音朵拉，电音朵拉，来了，过去。最美的太阳，我们成粉丝。这次舞台大家都知道我们谁唱的对吧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或者有哪些新的音乐规划？我因为脑子里面现在在想我要不要讲，所以说讲的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怕我讲多了又没有做到，你很怪怪。干啥嘞？来吧。钥匙好像没了，你把锁垫上。可以，得到了认证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是语言天赋可以，然后呢？然后下一题。我还有房燕唱一首歌。喝了这个奶茶的朋友，童年有好运。杰哥给了这个龙补血。给他什么补血？补血。你等等啊，可以。OK， 好。甩一甩就来了。好，再见，新年快乐。